Ich bin auch财务的关系啊，财务的纠纷，那双方业者本协办事处建某来协调谈判，因一言不合，这个嫌疑人啊，就持瓦斯BB枪朝着被害人射击，造成被害人头手食指跟中指之间的受伤。那有关本案嫌疑人，我们已经掌握，那目前正积极查缉当中。